今天晚上我们唱歌，我们那天唱歌嘛，对，然后那个杰夫子就拿了吉他让我弹，然后我好久没弹了，对。就是突然间只对着亚彤哥一个人，还是我们？但听说好像是那一天啊，其实是我们上岛那么多天唯一一天吃到东西吃饱的，三觉得吃饱了，三四天，对，你觉得吃饱了那一天，所以大家心情很好，然后包括拿吉他出来，沈阳、子涛他们就弹唱，大家就很欢乐。我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个过程，因为我们在马达第一个岛，我们去了五天。我们基本上没有上过厕所，这是真的。五天没上厕所，因为没东西，因为没吃东西，没有东西吃，没有东西喝，所以我们真的，我是真的五天在那个岛上，我们没有去过正常的过程。我们是从肚子里都是空的，真的。从第三天的时候开始才有。那你还唱得动吗？这个时候？开心了，大家在一起。但是他们说好像是你有一天把亚彤哥推醒，然后要告诉他你要发新歌了，是不是？谁？我吗？啊，你啊。啊，对对对。有吗？受到那个影响了。那是转场的时候，我们拍完，因为每到马达加斯加我们会拍三个地方转场，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难得可以回到酒店房间可以休息一会儿。飞机到这个城市大概中间就是3个小时吧。我好不容易到，把该衣服收拾完，等等，开始可以睡一会儿觉，就40分钟可以睡觉。我刚睡着10分钟，咚咚咚咚，有人踹门敲门，结果不开门没办法，开了门进来，父王赶紧起来，我的新歌录好了，我给你听。真的，我看着他，我也很难拒绝他，可是我真的很困。咬着牙，真的是听了一首，我想说，本来想就到此为止吧，我还有一首更好的。最后听了40分钟吧，差不多吧，你8首歌。整个40分钟没睡觉，就听你唱歌了。没睡觉。我那天本来每一个人的房间门我都敲了，结果都没睡，都没理我。都没开门，只有门锁。敲到他的门的时候，本来我都要走了，你知道吗？因为我看一直没人理我，然后他就说。谁呀、啊？我一天天洗了，我就进去。他洗完盘，他就去我那儿，也去唱了。对，给我放了8遍。我可以很负责任的告诉涛的粉丝们，很有福气，他写的很牛，很好听，是不是？太好了，我们也非常非常期待啊。不过好像因为这点，是不是大家给你起了一个外号叫"熊孩子"？是父王给我起的。你是调皮捣蛋的。我还行吧，一般吧。好，天天想篡位，天天想。好，我们来看下一张。要不我们几位男生向前一步好不好？我们强烈要求把外套脱掉，好不好？好呀。因为确实他们很辛苦，究竟晒得有多黑？古铜色的皮肤。我们工作人员可以帮着拿一下衣服啊，确实，天哪！不是我，接着，我脱不了了，我晒脱皮了。大哥，今天有好多人在现场。太子，来脱了，来，我脱，来进，来进吊绳，来脱了，来。都可以了，每个人都可以了。真的，没办法，不可以。所以防涂防晒霜也没有用吗？根本没有用。因为我们基本上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是没有什么顶棚的，除了晚上睡觉有机会躺到我们自己搭的棚子里面，一般都是在太阳底下。我们下海捕鱼的时候，在水面上虽然是那个浮潜，但是基本上几个小时是在日光下。包括登山，我们有一天最长是9个小时。对，野外的这个徒步9个小时，所以没办法。有很多很多的故事，其实我们想逐个的来聊一聊，所以我们还是请各位站在 KT 板旁边，好不好？一个一个聊哈。龙二号在吗？谁是二？来了。二呢？其实今天有好多
耍智懒吧。欢迎欢迎，好，接下来你要往前站一点喽。我们来看一下题目会是什么。三十秒倒计时开始。在海里面的一只。哎呦，不可以，提到了犯规。好，我们换下一道题，换下一道题，快。你只能说几个字。我父王是谁？说明也不能这么说，只能说几个字。这是只能画画。画画，想看这个。啊，每个人只有两道题，不能换了。所以，如果让你模仿父皇的话，你会怎么模仿？他最常说的一句话。别逼逼。就是让你别瞎说，是吗？啊。关键你要说这句话是对谁说的？对我说。对你说。好吧，这个不过关嘛，真的一个犯规吧，还有一个模仿的不像。不爱玩这个，就没玩过。但是我听说里边有一个人模仿你，模仿的很像哦。你周哥。啊，周周是周周吗？我听说是龙哥。啊，龙哥。啊，我模仿他很像。您是模仿谁很像？我模仿、是吧？他经常是这样的。我不行了，只剩下半条命了，我走不了。就他经常是躺在棚子里面的。我不行了，我就一次，就昨天，就前天。这估计是太累了，到时候快剪出来回放。好吧，那周周，如果你最不能模仿的是谁？这里边。哎，你可以模仿个小熊吗？都是你们贵族的。模仿他那就是啊！我不是鬼，让我抓鸡，我要抓鸡。差不多吧。因为我不是你的，我不是你的。我不是你的，我不是你的，我就要吃鸡肉。因为他不吃牛肉，他只吃鸡肉。嗯，看得出来，因为你们感情很深，所以呢，应该能模仿得出来。我们也谢谢这位媒体朋友，谢谢您，谢谢。每个人只有最多两道题的机会哈、所以接下来这位，他已经可看了，皇族就是这样。演一下场景路，猜不出来，不能说，你这都是杨哥表演不出来，你能不能给我们示范一下，如果是长颈鹿应该怎么表现？也有点难，除了伸长脖子以外，对不对？好，谢谢。好，那咱们的举手环节正式开始，然后有想的可以举手一下，好不好？好，第一个问题。映客。好了，大家好，我们是映客直播，然后我们现在有很多线上的用户正在参与互动。然后想问一下黄子韬，就是说录制完这一期的节目之后，然后你有没有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或者最有感触事情能跟我们的线上用户分享一下？其实在录制我们的法则的每一个瞬间都特别的深刻难忘，但是那对于我来说的话，我有跳伞在2500米，然后就那个是我最难忘，然后再就是我们大家一起在看那个火山爆发的时候也是最难忘。其实还有很多好看的东西，看节目的话它都会呈现给大家。好的，谢谢。你好，我想问一下腾飞，作为后期才加入咱们家族的，您跟家族哪一位成员是第一个熟了起来的？你对他的印象是什么？
当然是皇族了。比较熟的是子韬，因为我们都是90后。哎，真相不对，就是因为哎，跟我们有代沟吗？难道说这个话你是商人呢？你一来就把皇叔排除在外，而且一般你们皇族内部也分割了。对啊，皇叔非常的忧郁愤怒，因为以前子韬随时随地都是跟着皇叔变了啊，居然跟我有代沟。没事没事，开玩笑，我们开玩笑。吓回去了，吓得不敢说。走一个。那我换个人吧，我觉得。或者说是那个像小熊和周周，他俩应该算是咱们家族里的最佳拍档。你觉得你的最佳拍档是什么呢？可以在众位男士当中选一个。因为我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自己的那个特别的伙伴了，像龙哥和伟哥在一起，然后我每次想要跟着的时候，在一起，是的，有一天睡在一起的，表白吧。有一天我们去钓鱼，然后我就想跟着龙哥伟哥，因为他们每次都捕到的猎物比较多，结果他们就说，哎，你去那边好吗？我们两个在这个船上，我说，哦，那我就去另外一条。然后所以。特别，那小熊跟周周又特别好，然后亚鹏哥就是，亚鹏哥和沈阳都属于那种就是自己过得很舒服的那种，所以就可能跟你舒服的那种。你又伤害了我皇叔了，我告诉你，你们皇族太乱了。你未来的时候，我跟黄子韬最好，你知道吗？你来了以后，你把他抢走了，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有多伤心，你知道吗？偷多了又哭了好几次。I'm sorry， 继续继续。前半程洋洋是思念家人的哭，后半程思念子韬的哭。然后就感谢黄子韬的帮助，没了。那我顺便问一下，小沈阳有想过把涛涛的抢回来吗？我一直都在他身边，没离开过。后来我就放弃了，我也不抢。所以说自己盖了一个房子嘛，对，我自己来个大 house， 我让你后悔行吗？叛徒。谢谢。好的，那今天的群访环节到此结束，感谢各位媒体老师，也感谢各位艺老师。谢谢。辛苦了，谢谢大家。我来走。谢谢。辛苦了。龙哥，